更上手工切的火鸡巴是南上酒料，这就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鸡巴饭。一份不到50块的饭，所以不一定人人吃得起。有诚信团体发起了爱心餐的活动，要协助流失民众。我一些那个亲朋好友啦，哎，募款的啦，哦啊，差不多有30几个，啊也达到我的目标，我的目标也是差不多30万左右嘛，哎，透过一些邻里长的，哦啊一些我们那个里监事会的一些会员嘛，哎，啊把那个餐券发出去给那个需要那个赞助的人嘛。爱心太阳餐在网络发起以后，全省各地都有诚信人士响应。不过，中林爱心会无啥共款，因是以爱心餐券的方式关怀需要帮助的人。就有一些，你假设要来的话，有些不好意思嘛，啊就对啊，因为我们有做一些试调。啊，会长呢也考虑到哈，啊这个民众的尊严跟人性的需求，所以用爱心券来兑换。活动发起以后，爱心会已经到家扶中心、华山创社基金会等所在，进上爱心餐馆。那有就社民众需要买当手术。哎、欸，我们在每我们有那个配合的那个，便当的嘛，有5家嘛。啊，在那边我们都有公布吧。5间。餐券就是可以联络我们那个简秘书，或是我们的李小姐，对，都有电话嘛。9月16日到10月15日是提供爱心餐的活动期间。爱心会表示，如果民众还有需求，他们有可能会继续办下去，让社会温暖不会中断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